啊，暂时没有时间限制啊。好久没吃自助餐了，今天我发现一家79一位的贵州牛肉自助火锅，去看一下好不好吃。我来早了，还没有人。哦，锅底是另外收费的，那我要鸳鸯锅好了。有没有限时啊？啊，暂时没有时间限制啊。暂时还没有定出来是吧？我帮你们定。一样来上一份吧。雪花是不是最贵的？看这边100份雪花。好吧，先要这些，你不要紧张啊。这个辣不辣？这边有点辣。所以好吃，它的肥气哈。老规矩，先走一片老肚。这是牛肠、牛杂，又不是熟牛肉。他们家的毛肚好吃，它锅底一般，但是毛肚很脆，很新鲜。这是手工先切牛肉。有一种丰收的喜悦。牛肉好嫩，加一点调料。这个是牛油，这个牛筋外面是软的，里面有嚼劲。哇，它里面那个牛舌也好嫩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这一顿在外面，这一顿要是不是自助的话，随随便便都要吃个1800。喂，佳彩，佳彩。没有人理我。大哥，你们以后有没有限时啊？有的，以后都是限时2个小时的。就这呀，就这呀，就这呀。